681位的自助，我必须猛猛吃。先选点三文。郭龙畅吃有烤好的和活的现涮。烤的吃了三只，涮的吃了两只。北极贝，金枪鱼非常嫩。鲍鱼狂热爱好者巨好吃，吃了十多头。喝点梅果汁，顺顺再多吃点。东星斑蟹涮。一大盘罗氏虾，他这里不用自己剥虾，服务员都会给处理好。我继续猛猛吃下，这次没有熬虾了，吃的天下也不错。小姐姐给我倒了杯酒，太专业了，哈哈哈。我独自满足。凉菜拼盘，来了一车自种有机蔬菜，最后搞了盘水果，各种热带水果。喝完松茸鸡汤结束拜拜了家人。